个 de nudo， 来 ，de nudo 呢是叫涂鸦眼，就像这样似的，说这样，哒哒哒哒，来 ，de nudo， 一。
首先第十三小节我们需要一个渐入，然后我们要听到单簧管的最后一个音出现，还有长笛在第十四小节我们需要一起啊嗨，然后音准上要统一，好吧。来，我们从第十一小节开始，十一小节一crescendo， 所以我们要没吹出来，我们一定要听到低音的木管 bass clarinet baritone sax 一起来，然后呢跟着来一下，二十一小节，来，二十一小节，二十一小节。
不够。为什么渐强不够呢？因为我们这个 dynamic， 我们的小声没有做够。我们首先要 crescendo 的前提是我们要先小声下来才能 crescendo 出来，所以我们在65小节、68小节的时候有渐大声的时候 crescendo 的时候，我们先从小声再起，然后慢慢的大声，好吧？还有我们从61小节开始来，之前做的不错哈，来61小节，1、2、3。好，我现在要听一下小号，小号声部，我只要踢踏踏踢踏踏，是有个 accent 前面要加一个 staccato， OK， 踢踏踏就是那块。咱们从61小节开始，小号和 trumpet 还有大号 tuba 来一起，61小节，1、2、3。
B flat 来。好，咱们先看一下降音器，然后再互相听一下，来。关键是靠耳。降 B 这个长音，然后咱们吹那个音，好吧？来，我数一二，我数三拍，然后你们直接进啊，一二三。OK， 所以这个音我们要回去要练一下，需要小组练习。来，所有同学，四四拍的地方 ，percussion drum set 需要。重音 accent 要打出来 ，accent 要打出来哈，来，四四拍哈，来，一二三四。是一个两种的一个元素在里面。第一种元素呢是低音铜管和低音木管，第二种元素呢是高音木管。所以呢，我们低音铜管所代表的东西呢，就像我们在一个大森林里面，低音木管所代表的是野猛兽，猛兽是相当于大象啊，或者是那个老虎之类的一些东西，嘣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前面是一个 piano， 然后循序渐进的就是 mezzo piano、 mezzo forte、 forte、 forzento，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音量大小的做出来。高音木管我们扮演的是什么吗？是小巧的东西，但是呢，你已经被野兽给惹急了，你必须得要反应，你必须要给出一种信号，所以代表了什么？所以要尖锐滴滴，然后Baritone sax 还有 bass clarinet， 咱们扮演的是什么？是一条蛇，咱们扮演这条蛇，所以我们的长音要拉长 ，OK， 好吧？好，我们现在来一遍，我们从109，好不好？好，110直接进啊，110直接进 ，piano 开始，110哈，一二三，谢谢。
个破镜的感觉了。来，一，好，钢琴尽量看我，好，你们俩要在一起啊 ，microphone 和 piano 要在一起，一，二，三。115打击来，我们 crescendo 可以做的往靠后一点哈，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然后最后音没有 accent， 所以就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来，115，一、二、三，谢谢。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到它。我们先是 mezzo piano， 然后再 mezzo forte， 然后再 forte。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个 dynamic 的变化。OK， 好，我们从139开始，好吧？来，139，一二三四。185的时候，我们一个 retard， 还有一个 crescendo 我没有做出来，还有大家都要记一下哈。我们现在听一下 clarinet 的配合，就 clarinet 声部来，二部的 clarinet 要多一点 ，OK， 多一点，你们再小声一点，好吧？是一个回应，听到两种感觉，来，一、七，OK。是不是有人快了？然后二部的音头还需要再突出一点，他们就滴噜噜噜噜，
你们吹的时候，他们吹噔噔噔噔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先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这个 ，OK， 做一个 decrescendo focus。198小节，我们进来的时候太强了，要不然我们往后的 accent 往后都没有坚强了。OK。前面我们还有一点呢没有做好，就是 Frozando Frozando Piano， 我们现在来训练一下。哈哈哈，做得夸张一点，来 Frozando Piano。